新竹王石藤蒸盘者。台湾三字经新竹王石藤蒸盘者。二孝子，生于斯，地理志，宜先知。举台湾，系参考连冲绳、诸小岛、北纬线及东京、蔷薇志之其行。南北长，东西狭，自腹肌至南甲。四面海，水悠悠，古所称大琉球。毗舍耶，高沙国，今安平，是旧域。右东藩与东瀛同此岛，不一名。明成祖，思富强，命三宝航西洋。遇台风，传东指入台湾，自此始。有海贼林道干走入岛，住数年。严思齐，义海寇，郑芝龙继其后。戴芝龙归大清，荷兰据遂横行。西班牙亦窃据鸡蛋尖，筑城御。炫败北岛外逃，蓝人手弃一毫。遇商船似劫掠，待报仇鸡救父。明运节有成功，破天浪失渡东。整容行奋神武，竹篮人复故土。雾屯垦辟草来，百倍兴又招来。以澎湖为门户，改东宁为天府。立三世天命宜，非人力所能为。新反图民多乱，吴刘黄相继叛。朱一贵称巨魁，七日内陷全台。蓝总兵师提督及东征史进封。天地会林爽文一即党拜孙军。朱罗明驻大纪史西明称嘉义。明好乱如登蛾，扑不尽可奈何。陈苏张朱小丑既灭之，炫富有。至同治代万生，又唱乱献张成。但家为如玄法，曾丁林率兵伐。至光绪法兵来，偶失守基隆开。孙刘林相拒战，寇济平设车店。台巡抚刘铭传因清障人心偏，最猖狂失九段，为张成祭拜篡。沧桑积横变迁，采金秤起其然。一歌台自甲午，为朝鲜弃东土。台人士咸纷纷，刘林秋及义军。改国权为民主，二百营张旗鼓。大兵至，破诸营，南北路尽荡平。此治乱续大略，教育界再参酌。开风气，字光文，记之者有徐君。建书院，立学堂，至今日大改良。其面积2300，比九州博众堪。海岸线北部多，出入港竟如何？西部间海岸浅，除南北皆不善。其东部水颇深，是断岸如峻岭。此四周两港筏，况西隅隔海峡。开四港曰通商，上淡水及基隆，下安平与打狗，最重要及澳口。妈公港属澎湖，
薄聚薄为此区。论小港南北部，大约计十四五。自旧县山脉西北一米，狼澳堤。设辽湾东港口，近北方属打狗。打狗港大咸湖，安全的可无虞。由此行北十里，有米台存不止。国姓港鹿耳门，安平北大安墩。过大安西海岸，沙丘连水流漫。过鹿港及无期，稍近北大渡溪。丘陵多是起伏，列海岸如香烛。在以北尽通霄，入后垄路不遥。香山湾尽新竹，游凤甲白沙角。至淡水尽沙丘，十里许水自流。从淡江行数里，折入东基隆市。基隆屿顶梢平马索道者山盆。自南端回东岸，由卑南水尾畔。花莲港达奇来，新城北苏澳开。基隆崖六千尺至北端，从此是。论地势南北端，山脉峻岛脊栏。稍近南突起壤，新高山千余丈。嘉义山傀儡山亦重叠在此间。最嵯峨大五垄，沿三冈向南拱。中央部近高峰，相连续雪长峰。山地西多溪谷，诸丘陵多绝伏。其北部头围桥，大屯山及三雕。此山脉东西界自然分成峻隘。基隆岛火山岩，淡水口观音禅。山脉连大科看是蜿蜒达竹堑。东翻的属野蛮，本危险跋涉间。苏澳山亦侧立，遥望间深秀色。河流水著名中，花飞秀船难通。的以西倾斜势，虽肥沃河流至。在台北淡水河山发源，河余波。大安溪台中在山发源，流入海。大甲溪溯其源，岸里发水湍奔。牛骂溪水奋溪，渡其势从海入。清与浊二溪前，源头发水沙连。湖尾溪牛乡处，东西罗分尾区。大渡溪南投沿，曾文溪造榜年。在台南下淡水八六溪发源市。从赤山冷水沟相会合入海流。广灌溉资根奖其河口及东港。西海岸多溪源，形势皆水缠源。东断崖有瀑布，嘉里港水流注。论湖沼最明区，普里社水社湖。湖之中有小屿，风景佳，般所处。赤山湖喷火坑，大咸湖亦著名。绝涌泉有四处，绝温泉二可据。考地质纪实岩，凝灰板色青黑咸。其砂岩烧黄色，是砾砂结成室。灰岩广布西南，岩之处外十三。岛之中多矿物，
大复原，见采掘。若石炭，南北方，为暖暖，直最凉。产石油，属淡水与苗栗东山里。硫磺质，肾结晶，大屯底，产鹅银。又基隆，河流上，深沙金，采取广。石灰岩，最多场，但质炼，不知方。习其余，属番茎，南翔之，矿脉用。植物类，南北中，古蔬菜，稍异同。举酱姜，番瓜子，及龙眼、枇杷李。通托木，柳解阳，松桃子，苎麻桑。棕榈枫，槟榔枣，水柳榕，椰子宝。菠萝蜜，南国樟，及血树，与逛狼。佛手柑，凤梨朵，西罗柑，称名茄。葡萄橘，蔗流梅，芭蕉柚，人常栽。有漏藤，及厚栗，又普金，山栗石。其乌木与赤林，林头叶，铁树针。竹一门，十余种，珠花卉，亦甚荣。在山谷，静谧深，色烂漫，令人惊。金线莲，品颇重，作药材，卫生用。动物类，在山中，暹罗豹，西藏熊。无栗属，穿山甲，露珠圆，食不乏。其他类，至玉符，旧莺歌，林燕庐。马牛羊，鸡石狗，此家畜，处处有。论水产，百种鱼，为牡蛎，养殖鱼。两生物，温热带，及南岛，包括内。古时代，一著名，乌来游，比绿冰。闽广人，既接种，喜分类，相成用。野番退，入台东，三百载，赶黄蜂。其熟番，性于植，规划后，能守则。其生番，多贪残，最强思，为百安。以头颅的名誉，夸威严，如虎踞。牡丹社，本无因，竟敢入，小田名。问醉师，遂兴起，曰赔偿，是乃止。知本族，性温柔，早开化，为此仇。闻其身，标高贵，鱼猎农聊自慰。阿梅族，性质和，比他族毛发多。乌鬼番，红毛奴，此种族今已无。旧诸番，续风俗，分部落，各约束。遇大事，系妖灵，走村内，集会平。喜报仇，称义务的头颅，做酒具。耕作物，为苎麻、大麦粟、烟草瓜。又亚麻、姜属玉、卫生药、熊胆附。祭祖先，尊神灵，酒滴的，谢冥冥。婚姻礼，非亲定，为酋长，命事听。葬死者，果皮埋，以偏食，复尸骸。补吉凶，听鸟语，有穴居，有野处。或竹屋，大树遮，稍构造，自成居。时出山，相貌异，备药材，及皮革。其宣教，自荷兰，设社学，是清官。开翻的，沈又丹，善经营，不畏难。台湾岛，得沃肥，况四季，风雨衣。农产物，猪种子，乌来人，传来此。
华明志重栽培，到一年或二回。灌溉法，溪流水，自高田见次矣。肥料粪由破青及牛力助苦根。收获时或远近，二轮车供搬运。手稻谷似甘薯，当成熟常尺余。此稻名日食料，他物品亦甚妙。砂糖茶碱犬精，堪制油落花生。其大豆色黄白，及胡麻有紫泽。麻与名植物心，其原植质不神。凤梨丝芭蕉布为涂番，善制作。造纸料有纸桑，此纸植做散粮。大甲产三轮草，交闻其织得好。通托木原野生，造纸花植最名。棕榈藤堪杂用，织蓑衣与天工。东部间万壑连，大树木不计年。多美材采拔早，有香樟堪治脑。鱼叶盛海岸西，鱼之类东洋奇。松鱼蝶流如清，春扫眼乌鱼明。至鱼儿为此美，玉牡蛎海之似。木蓿叶牛羊群，马最少猫犬分。鹿与昼深山里，少饲养自栖止。考工业大工厂，制盐脑及茶糖。烤商业输出肠，糖茶脑碳硫磺。自异地输入品，食物气丝绸锦。最多鹅阿片烟，四鳞寸毛不棉。论气候南与北，二部间成异域。西南的天气温，夏多雨，冬奇暄。西北方夏炎热，冬阴寒，常降雪。其海峡风力强，夏秋季屡被伤。冬春期雨量大，水蒸气浮壁矮。及秋季变风性，雨旋至自蒙蒙。东北风于峻岭，西南风湿气沉。推此理，故夏期雨多降，不计时。山海间烟雾毒，瘴气深，休感处。夏秋至雷发生的横震，山月明。续全台旧都邑，四部间府县立。台北府四面山，大都会河流湾。府西南近猛峡，临星河多商业。相对至大道城的颇广商业营。淡水港及护尾诸商船浮凑尾。基隆港山月连，港内广容巨船。宜兰县大沃野熟番多，户口寡。苏澳的近番林榕树涧，港颇深。新竹县的不颇田园广，产物多。大科看皆番界，防备严多涉隘。苗栗县在山中，一大邑番尽通。后峭河上流发，路多奇铁道越。其西部大甲溪，西以南达无期。西以东达埔里与云林相接市。台湾府及台中府西部彰化通。诸罗山及嘉义皆彰台此二地。
普里社张成东，人翻杂，村落中。彰化西鹿港口及货场称大有。过笨港侯树南，荷包雨一大潭。其南部台南府其镇市定都屿，与台北都会同，其商业甚兴隆。安平县西南街赤看城古制蝶，打狗杠积沙堆，输出入渐衰颓。其东北凤山县通碑南翻地面，恒春县及南方民番聚守一江，南甲海岸礁裂，暴风发水流没。其西岸属狼澳距恒春路不遥，其东方水尾的台东州前所至。碑南境番社多四十六，共包罗。此人迹最罕到，难详知其深奥。诸岛屿为澎湖澄海峡最要枢，澎湖间大小岛五十五相环抱。马公口有宫城，于此处建一厅。岛之中拔草木，以鱼类亦无骨。琉球岛珊瑚岩，渔夫住及渔行。南甲东红头屿为土人常安处，火烧屿多石灰，阔数里水萦回。为鲑鱼形最小，如圆锥著名赏。此全岛序分明，作地理三字经。能熟读非无益，至时开宜有力。往拔普地真盘，又有一才，超然远俗而简浅沉木，见义勇为。其师正博于孝廉，家珍甚器重之。治学后者有女学皆要四种，议论博雅，大有关于世道人心。习乎以为遭兵险，尽赴祖龙。去秋大吉都人士唱设孔孟之会，遐迩闲慕其人。又为海城秋书元先生所钦仰，寄书褒于中原大地，乃训海邹未坠斯文，其为五子之语，曾搓针盘所撰元起登珠新加坡天南报读，并主前横滨大同学校教习陈默安哲论复报，以表彰盛举。一书源于甄盘，可谓秦文兼治矣。而甄盘此举，其不足为本岛增光乎？今年春，甄盘丁外兼独立于闲，游历台南北山水，以浅悠悠入野蛮之部落，访太古之渔民。行经所指，到处逢迎，足迹所经，山川深色。其过大甲铁砧山，提镇延平王庙有诗云：当年王气已全收，庙时空山二百丘。自古兴亡无定局，昆阳依旧向东流。无限感慨，一往情深。此外既有嘉石与精彩灯桌柱，台阳诗画资不复缀。近回子秀出此书见识，深喜老真此行所得良多。观其书所载，全台景物包括无疑，成足未初学之精良，开后生之志识。仅拔数语，以志不忘。庚子冬日，沧海一名有竹题。注释：美岛之意。台湾与冲绳及澎湖诸岛相连，冲绳及琉球岛今改为县。
本岛南市北纬21度54分起，至北部25度18分，西方东经120度7分起，至东部122度15分。台湾幅员自北端腹肌角起，至南端南甲地方止，即长有日本里凡百里序，东西约30里序，将近南端，其幅甚狭，如丙形，凡日本里1里和台湾里6里之数，下皆仿此。台湾四面皆海，为积水岛屿。隋炀帝大业3年，令朱宽入海访求一俗，遥观地界于波涛之间盘旋蜿蜒，形若流凶，故隋时称之曰大琉球，即今台湾是也。相传古分沉沦异常至此。自唐至宋，称台湾曰毗舍耶国。毗舍耶，印度梵语也。日本古代航海卫业者，亦常游于安平之地，呼卫塔加沙，亦即高沙也。由之西洋人称台湾曰皓月摩沙，亦即美丽岛。明记呼卫东藩，正式命名曰东都，又曰东宁，后因避庙会，改为东宁，其实皆指台湾岛也。明成祖永乐末年有志富强，遣太监王三宝航游印度诸岛，采风问俗，归途遇风漂泊台湾，是为汉人入台湾之时。海贼临到干岛日本西海无赖之徒沿海漂掠，明嘉靖42年都督于大游破之，到干拜，走入台湾，居住数年，杀戮土人，掠夺财宝，乘舟往广东而去。福建漳州府人严思齐，字正权，聚众据台湾，引倭酋回翼王，自称为日本假罗。假罗据魁之意也，时全南安县人郑之龙亦附之，始建安平镇，即思其死，之龙乃成其后。明唐王龙五元年，清顺治3年，之龙时已为南安国，辅佐唐王，即为福州，掌管闽粤兵饷，稍专横，蓄意志，私与清人通。即唐王即位，之龙遂降于清。明熹宗天启元年，先是荷兰人来求故事地，弗许，又以重币，乃与筑一城于海边，土人呼为红毛楼，至题李直，后有名贵达尔者，被兵守之。西班牙人派遣吕宋之都府，以保护支那间之贸易，于西历1626年，明天启6年，占领基隆，越3年，又占领淡水，筑二城于两地。待1642年，崇祯15年，被蓝人以兵力逐之，退居于澎湖，蓝人独守，甚恨报。日本长期待官末次平藏与之龙交好，遣商船往福州贸易，过澎湖，被蓝人劫掠无疑，仅以身免，归告末次，怒甚，托长崎氏人兵田弥兵卫复仇，许之，遂率子弟及士人来台，闯入荷兰领事馆，弥兵卫左提贵达尔之金，右取匕首，众不敢进，因责其前日之罪，捆缚将归长崎。贵达尔流涕谢曰：“我实有罪，然我去则国人乱矣，请以子为职。”弥兵卫乃捡蓝船改归长崎，囚于大村岛之狱7年，将赦，寻死。成功，郑芝龙之子，名森，字大木，文武兼备，名次国姓，副将将卿，哭谏不听，自律师事欲恢复名士，
永历封为延平郡王，众号八十万，大举北上，直欲进取金陵，不从甘辉之见，以致败走，屯军厦门，即满汉大兵来攻，成功遂率师东渡，成功至台城和兰岭市之交叠，以二万五千兵直破上路，待与兰人战，曰：台的吴先人所开创，无复故土，历一岁而兰人乃退归爪哇，于是开垦置田，百废俱兴，又召集闽粤之民，澎湖乃台湾出入之门户也，遂改东名赤看成为成天府，至天心万年二县。清康熙二十二年，水师提督施琅以战舰三百，水师三万进取台湾，汾州百余艘，杀台兵万二千人，镇克爽遂降。克爽者，金之子，成功之孙也。康熙三十五年，新港民无求反，越三年，吞销土官卓介兀雅生作乱，未几，诸罗流却作乱，至六十年，知府王征税敛苛月黄谷等因众不服，遂谋乱。一贵四押未业，群押皆从其指挥，众议之，黄谷等因众不服，遂举为首，集数百人，使总兵欧阳凯千言出兵，由吉州应龙遁归，参将苗景龙败死，一贵等聚集匪类，先取府城，即献诸罗，仅七日而全台俱陷。厦门水师提督施世彪、总兵兰廷珍相继率兵渡台，大破一贵党，一贵败走，为村民所擒，遂建囚送北京者死。爽闻彰化县大理一街人的显足强，结天地会以为集群之计，使总兵柴大济及知府孙景遂调兵三百往捕，误植良民，焚杀无辜。爽闻臣民怨及众公营，景遂军大败，其将力死亡者甚多。凤山县民庄大田一级党攻陷一城，柴大济固守府城，大田更遣众攻诸罗城，兵民协力共守，大田昼夜围攻，并绝粮道。大济遣遣人奏请援兵，高宗甘龙帝览奏大悦，身家居民之首义能助大济，乃改诸罗为嘉义县，及援兵至，大田遂被擒。兰陆周先生有云：台民好乱，如蛾戏灯，前者即死，后者复至。陈光爱、陈全、苏烨、张炳、陈便相继谋乱，虽炫起而亦炫灭。同治元年，戴万生起乱台湾，现彰化斗六城池，戕害正道大吏纪文武元变，窜扰淡水、嘉义两属，时曾远福、曾玉明、丁约见及林文察、林占梅等协力率兵抄灭。光绪十年，法兵犯台，侵入基隆，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台湾钦差防务大臣刘铭传及统领林朝栋协力拒敌，未几，寇平，至十二年，乃设立机器局，架设全台电线。十三年，又敷设机车道。光绪十一年，刘铭传受台湾巡抚之任。十二年奏请调查田甲，设清赋局、府垦局。当清账之时，人心汹汹。至十四年，施九段遂集众起乱，攻彰化城，未几，败走。沧海桑田，迁移无定，此乃世事之多变耳。其荷兰人有相传谶语云：台湾产金，
太甚之时，必益其主，然以今观之，其然岂其然乎？兰人之言，故亦未足深信。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翌日朝鲜有事。日清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之兆。即二十年甲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时袁世凯驻朝鲜办理商务，电至李请派兵驻超，复怂恿韩王起师中国。鸿章遂派海军赴仁川，乃召会日本。日本亦派兵前往，时乱党已解散矣。韩廷请中国撤兵，中国不允。日本乃与中国议，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各执一说，亦有不协，遂至兴荣。海陆清兵屡建败绩，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河外，更无长策，乃命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会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山口县赤马关议定条约，其第一款任命朝鲜独立自主之国，第二款即以台湾、澎湖列岛让与日本帝国，以为台人文割地一城，大为激动，召集义勇数万，为守台济，唐景松守台北，刘永福守台南，林朝栋守台中，邱逢甲以为南北皆援军，改台湾为民主国，群拥立巡抚唐景松为一名总统，全台兵勇称有二百余营，其实皆乌合之众，不足以有畏也。清廷命李金芳渡台，在三雕湾内指交全岛于华山总督，而禁卫师团长能久亲王遂律师来台，朱营望风自溃，转战数月，南北尽荡平。台湾治乱严格，大略如斯，兹在举教欲见而参酌之。台湾文教召自营县省司演太仆，明光文，后太仆而东渡亦设教于台者，为华亭徐都御史明福远，正成功常从学于徐君，渡台后优礼过太仆，君自叹如司马长卿入夜郎之教甚绝。明永历二十年，正经在台建圣庙，不学制。清康熙四十三年，建崇文书院于台南城。五十九年，建海东书院。雍正四年，建魁楼书院。乾隆十年，建白沙书院于彰化城。十八年，建龙门书院于斗六。二十四年，建玉峰书院于诸罗城。三十年，建明治书院于新竹城。三十一年，建文石书院于澎湖之文澳。嘉庆十七年，建仰山书院于宜兰。十九年，建凤仪书院于凤山。道光四年，建文开书院于鹿港。十七年，建文甲书院于猛霞，后改为学海书院。光绪六年，建登营书院于台北。十二年，建澎湖书院于台南。十三年，台北设西学堂，又建英才书院于苗栗。十五年，建弘文书院于台南。十九年，台北建明道书院，基隆建崇基书院。至日本领台后，各处皆设立学校也。台湾面积有二千三百方里，比日本九州可与之相伯仲。本岛海岸出入为北部居多，其全岛海岸线时不及九州三分之一。西部之间海岸甚浅，除南北二端之外，亦皆远浅不善之区也。
东部水深，断岸甚行险峻。如此四周，疏少两港，东有太平洋，西有海峡，位最浅，其最深者，为澎湖及台湾之间耳，然亦不过330尺。咸丰十年，天津条约继承，许以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四港位通商场，待日本领台后亦如之。此四港与苏澳口皆属重要之地。淡水前称护卫，其中可以泊巨泊者，为澎湖岛花宫而已。其西海岸则有大安港、吴七港、图格窟港、布袋嘴港、东石港、东港、狼澳湾、车城南湾、竹堑港、鹿港、社港。东海岸则有卑南、毛地、花莲港。北部海岸则有金包里港，既有14、5小港。自南甲及旧县高脚及山脉以西向北一里，有狼澳湾。同治13年，日军一师从此的上路。其北有社湾、丰港、东港、打狗港，其打狗山在海上遥望可见。打狗港有一大咸湖，深井七旬，然西南海岸为此唯一安全港。由此行可十里，有一处米台，其北极安平泊的国姓港、鹿耳门、帆船泊定之地，自安平港以北至大安港之间，皆海岸沙丘相接。此海岸湾港为鹿港、吴七，其北面则有大肚溪在焉。大肚溪以北，丘陵起伏，列近海岸，如香烛之势。自大安港以北，可接通霄、后垄。香山在新竹之西南隅，由新竹以北，是凤皮尾，自白沙角至淡水港，有十余里沙丘。淡水港东有基隆湾，基隆一名基隆，因湾口有屿，四面峭立，其顶稍平，形如基隆，高有580尺。马索半岛在基隆港北西3里许，海中突出，其北西角有一小山，名之曰者山，高约250尺以上，自南至西北。以下自南端至东北，由卑南、水尾、花莲港、其来及新城、南澳、东澳、苏澳，又北丰澳。基隆崖高有6000尺，港内西滩水急，舟不易进，须是风平浪静，用土翻迁缆上滩，入于大溪峪湾而大洲户不得达。台湾山脉高峻，南北连亘，如全岛之脊梁遮拦于其中。稍近南方，在嘉义之间，有土壤突起，高峰插天，有1285丈。此山为台湾第一高峰，岛人呼为玉山，西洋人称为毛里顺山，入日本版图乃改名曰新高山。嘉义山、傀儡山亦重叠在此山脉之中间。嘉义之近傍有大武猛山崛起嵯峨，沿及木冈、大冈、小冈而散布于南端。本岛中央一带有10000尺左右之高峰，互相连续，故台湾有高山国之称，常有白雪峰于其上。自新高山以西之地方，溪谷纵横，其丘陵亦多绝浮峭峻也。台北头围山、大屯山及三貂岭亦最高之处，岸头围乃嘉庆间无沙所开辟。此山脉自然分为东西二界，过三貂岭及宜兰之地方。
基隆岛上有火山岩，高660尺，鳄鱼基隆湾口，观音山在淡水河口。宿淡水河之高原尽属丘陵相连，其势蜿蜒，由大科看达至竹堑之间，竹堑即新竹。东部乃深翻的野蛮丛杂之区，山路危险，跋涉为艰。山脉之外，近于海岸，又有一带山林。苏澳山脉亦多仄砾，遥望之间，横深秀色仄砾山高之状。河流水最著名者，花莲溪、卑南溪、秀姑峦溪，然不能通行船舶者也。本岛西部是颇倾斜，土壤肥沃，但此河流短浅，土沙急流，河水长滞。台北淡水河，其源发自北部山中，河大科看溪、新店溪、基隆溪诸余波，其河口及淡水港。大安溪在云台中，由社连山发源，溪流而入于海，而其溪口即属大安港。台中大甲溪，其源发自岸里内山，从牛骂溪分流而入于海。浊水溪、清水溪二溪之源，发于水沙连山和猫丹，满满之浊流而为浊水溪。虎尾溪从牛乡处二山流下，北分为东罗溪，又南会阿拔泉之流而为西罗溪。阿拔泉发源阿里，过竹角山为阿拔泉渡溪入于虎尾，四溪千河，错杂而清浊分明，虎尾纯浊，拔泉纯清，为东罗清浊不定，皆入于海。大渡溪从南投山发源，绵延而出，曾文溪则从灶把绵内山发源。台南下淡水溪从八六溪发源，从赤山冷水沟相会，流入于西南海。此河流颇广，凤山近傍多平原，咸滋灌溉，其河口即是东港。其他溪海岸有牛稠溪、八掌溪、笨港溪、东罗溪、大渡溪、后峭溪。其东断崖之间有瀑布泉急流于浊水溪稍大，而苏澳湾北三里水清，颇利灌溉，注于嘉里港。其他若其来河、黑石河亦稍有名。水社湖及水沙连湖在普里社、吉吉街之间，此湖风景甚佳，中有小屿，翻绕屿为屋以居，刘巡抚名船常设深帆学堂于此。赤山湖在赤山顶，其源出赤山溪，喷火坑在大屯山，深500余尺，其径1000余尺。大贤湖在打狗港内。大屯山有喷火下裂，硫磺水蒸气喷出，又苏澳近傍碳酸冷泉涌出，重瑶山咸泉，凤山县仁寿里滚水山，皆天然涌出之泉。温泉宜在此滚水山顶，宜在台北北投设有浴场。基隆近傍有明灰板岩，其质软，色带青黑咸，砂岩色黄细黏所结而成。淡水近傍有明灰岩甚广，分布西南，沿及安山岩、及快岩、石灰岩等处。马里顺山西部有黏板岩、砾岩、石灰岩。大渡溪以北有明灰岩，打狗山以南有石灰岩、黏板岩，是砂岩所成石炭床、铁矿床。极南海岸有石灰岩，其状若锯齿兽类。东部海岸则有珊瑚礁。台湾岛中矿物甚多，
成海外一大富源也。本岛石炭多产于北部基隆、苏澳、新竹、苗栗及南部恒春，然最良质为基隆劲棒碗碗皆未盛。淡水东北一里之地及南部苗栗山中皆有石油涌出，然品质不佳。大屯山旧火坑流直喷气，周围岩石美露，有黄色结晶可以采取制造，产额颇盛。基隆河上流之间砂金最多，大粗坑及红头与顶翼皆有产金。本岛石灰岩处处皆有之，但制炼之法，土人只烧其戒窍，不知别有良方。有长也，可惜矿脉多在班界内，故难知其详也。植物之类，米谷蔬菜，南北及中央大同小异，凡南被宰。举将一名寒天菜也，枇杷为新竹中港产味佳，一名通草宝，从聚之味也。凤梨本岛最盛，蜜柑以西罗产味第一佳，此数种人所常栽，到处皆有之。此数种略举其盛者，于凡难载。荣草巨茂，与东运稍别，竹之门有十余种，刺竹、长枝竹、凤尾竹、麻竹、空寒竹、芦竹、生竹、金竹、毛梨竹、桂竹、观音竹、人面竹。深山空谷之中，花卉丛生，樟树覆空，常有幽兰生其上，香气遥闻。又百合花及炫花之类，处处皆有，其色烂漫可爱，令人一见悦目惊心，皆天然妙趣也。西洋人故称美丽岛。金线连生于草木丛聚之间，未经人见，鸟不敢食，故人一见当随手采摘，不然炫为鸟食矣。其味清淡，用以治血症甚效。本岛山中有暹罗豹及西藏熊，享由该国所传来者。又有五鼠、栗鼠及穿山甲、蛇、鹿、猪、山猪以及猿等类。与番树帽水产鱼类约有数百种，海岸处处多有设牡蛎塘以养殖者。台湾植物动物包括东南亚细亚及南部诸岛，大概与温热带地方物品稍同。台湾古代遗著之名皆自乌来游与吕宋、比律宾诸岛人种传来，其言语故与之同。其后闽省及广东人相接踵而来，故闽人称本岛广东人曰客子，又呼为客郎，使与生番争的田土越广，然性喜争斗。乾隆四十七年，全漳人分类械斗；五十二年，闽越人分类械斗；嘉庆十一年，全漳人分类械斗；十四年亦然。道光六年，闽越人械斗；十四年亦然。二十四年，漳全人械斗；咸丰三年亦然。四年，闽越人又械斗。也番原在海岸，后渐被汉人征逐，乃前退入后山，故是汉人如求后有规划者。其一不敢政府皇封，谓之熟番，性颇于职，愿归管辖，纳租税，守规则，不复杀人。番族分为三种，百安、知本、阿梅，其间为百安卫最强之族。
身番皆以头颅多少关系名誉威严，且以此为最上正家宝。头颅多者，其他设亦甚敬重。牡丹社即百安种族，清同治十年，牡丹社藩曾杀冲绳县小田民。明治七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绿军建制台湾讨生，守二藩，又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差赴清廷，与朔公亲王往来论议，将不协。会英国公使威妥马居间调停，亦赔偿费金五十万两。立通归，从道义镇女孩。知本族，体格比百安稍小而肥，性温柔，手腕手多有搭青。纹身以标其高贵，衣服多用水牛皮，日以农务及渔猎为营生，寥堪自慰。阿美族相传为近海巨船破南水夫之子孙，性质温和，比他族毛发较多，精力稍强。乌鬼番即印度北方山地及南方海岸西鲁岛所传露纳与伊塔之种族，肌骨皆黑，入水不沉，走海面如平地。其实各国以争斗攘争卫士所掠人口，活者似红毛巾货，售卖为奴，死者晒干剖食。当荷兰具有台湾，即以此种为奴隶，故土人称曰红毛奴，分布于台南、凤山地方，后被泉州人乘夜放火尽繁蔽之。今该处尚有乌鬼桥、乌鬼井及乌鬼铺，桥者觉得长的玛瑙其实尽荷兰时所埋也。诸藩风俗习惯大概相同，各分部落，以自约束。遇有重要事，腰系铁铃，走于村内，或在高树上集夺，则诸藩闻之皆到酋长处会议。既然群聚，唯命视听，酋长大抵世袭，或由推举。藩人常有因小事起祸，互相斗争，妨害渔猎，甚至定期决战，杀伤人数，负者赔偿，依然平和。又最近能报仇之人，以为义务，凡有亲近被人杀害，必欲追踪报怨，以所得头颅作为酒具。耕作之物为苎麻及大麦、粟、烟草叶、瓜珠类，粟为一年一货。又有亚麻、生姜、甘薯及玉等类，以为食料，其疾病先知医药，为以熊胆胃卫生之用。身番祭祖先之神灵，必先以酒滴数点鱼的，为谢陛下之明明。婚姻之礼，非由亲定，男女自行其权，为酋长为之周旋。依然难娶女嫁，为知本种族则以夫坠妇家，宗挑程序亦与他不异。然身番男女之关系，盖属严格一夫一妇，不能娶妾，故有夫之间定为第一罪恶，其无夫之间亦须罚。番人种族祭葬多少一同，然大抵以牛皮或鹿皮包尸，凡死者衣服兵器皆置于墓地，以食覆之，非亲族不许进，每年以物祭。番人遇有事故，必听鸟音以定吉凶，出门之时闻有鸟音，家者未吉，悲者未凶。至于住居构造，温和与残忍大不相同。如百安种族常于丘侧穴居，虽污物积满，至于生虫，彼亦不能耐，然后乃转居。卑南进放之本族及阿美族，
则具天然要害之处，编竹为屋，以于大树之下，或以松枝盖屋周围，树木繁殖，仅留一小径，可通来往。有时出山与岛人贸易，为交物不用银钱，谓之投换。番人以内山土产之物，如通草、木屑、金石屑、金线莲以及熊胆、豹皮、漏藤、苎麻及芭蕉、布、鹿茸、鹿鞭、鹿皮，而岛人则以刀铳、弹丸、盐、沙、螺壳、珠等一之。明天启六年，有荷兰宣教师来台，教化吐蕃。至永历二年，乃设立吐蕃教育学校。清康熙三十四年，台湾知府进至阳设立熟蕃社学于台南地方。雍正十二年，各厅县皆设立吐蕃社学以教化熟蕃。光绪十二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蕃同学堂。沈文素公宝珍，字汉语，一字幼丹，同治十三年奉旨巡台，是牡丹社视频，乃一开蕃的旨引擎，遂开南北两路之山。南路以同知袁文拓、副将李光等人之，自昆仑敖至大石岩，直抵卑南。北路以都司陈光华、总兵戴德祥等人之，自新城大清水溪至大浊水溪，直抵其来，计二百清里有其。如此经营，臣不畏难。台湾土地沃肥，春夏秋冬，风雨衣食，以下论产业。本岛人种，其始乃乌来游人移住，故其农产种子，亦皆自乌来游传来于此。其后汉人来台，始就荒地拓殖，以广耕作，沃野充满，逐成富庶，其稻一年可收获二围。灌溉之法，专及溪流自最高田地渐次流入于最低，颇称便利。其肥料为用人粪尿、豚粪及落花生油粕。收获之时，不论远近，用木制二轮牛力车以供搬运。首级稻谷，四属甘薯，当成熟之时，有长至尺余者，然为台北桃资源所产未佳。此乃岛民日用之食料，其他物品亦甚妙。本岛糖业、茶叶甚盛，其落花生堪为食料，并可制油，输出法国。大豆有黑色及黄、白色三种，可以制油，其籽则可做肥料用，胡麻亦可制油。本岛麻宁自然繁茂，其长有一丈内外，原植飘水白色，与绢丝相似，可以制布及绳索，输出甚多。凤梨、芭蕉有美丽纤尾，吐蕃常用以制布。本岛所生芷桑堪为制纸原料，纸颇强韧，可以做油伞。大甲、苑里及房里所产之三棱草，直白而柔，该处妇女常取以织席，能成鸟兽花卉诸形，为之交纹席。数年来竟能织成栗子及票包、烟袋，精致可爱，销售甚广，竟已有设立公司。通托木生于原野，俗称通草，长六尺以上，用刀口薄成纸输出，每年约达十余万元。棕榈可做蓑衣及绳索，藤可用以做家具杂物。东部千山万壑，古树甚多，不计其年。其间美材甚多，如烧楠、油杉、后壳木、
薄皮树、松萝、松柏、杉杉、柿皮、鸡油木、红鸡油木、乌心石、九胸、红后壳、南滋乌皮、石林、毛柿、梧桐、相思树，至于番樟树可以炼制樟脑。台湾渔业，西海沿岸自安平至打狗之地最盛，渔民有二万余，渔法火巧，其鱼类与日本近海之处略同。此树种为乌鱼捕获最大，稍有著名，鱼力最盛。乌鱼可以致母儿，俗名鱼子鱼，利种玉叶，南部海乌最盛，无处无之。分一时也，台湾为马最少。鹿及昼身于山中，少有饲养者，为自栖止。本岛工业最大，不只有盐、樟脑、茶、糖等件。康熙四年，正式参军陈永华使在台南以天日制盐，清政府设局专卖，即光绪二十五年，总督府亦定为专卖，其制造厂南部地方居多。樟脑产额全世界，台湾称第一。其制法亦使正式聚台之时，五十年前制脑稍盛，输出可薄巨力。光绪二十五年八月，逐定为总督府专卖，茶亦本岛重要之产物。其制法有二样，一名乌龙，一名包种，品质出于大陆及席兰之上。砂糖南部产出最盛，近来总督府大加奖励，制糖公司博兴。本岛沃野最多，物产富盛，然道路险恶，搬运为难，自流民船开铁路，设邮电，交通之道开，而商业乃盛，输出之品最盛，为砂糖、茶、樟脑、石灰、硫磺、其他苎麻、姜等物。输入品福州、泉州、宁波食物、器用及外国水油甚多，以及丝绸、蜀锦等件。输入品最大宗为阿片，其次即零寸及毛毡、棉等。零寸一名自然果。本岛南北二部气候甚大变异，西南之地天气颇温，夏季多雨，冬季天气清朗。西部之间夏季炎天赫赫，温度三十度以上，极至冬天寒气迫人，山头常积雪。台湾海峡北向风力最猛，夏秋相交之际，暴风雨有屡送袭来，损害甚多。北部之地冬春二季雨量最大，是从日本海流之水蒸气所发生。东北信风自秋至春，此海流经多量之水搬运而来，冲突北部山脉，其水分沉积所致。秋季西南信风变为东北信风，雨急旋降。本岛东部峻岭重叠，西方有一带海岸，东北风常从此峻岭而渔，西南风携热带之湿气，由此里而推之，故夏其多降雨。本岛山海之间烟雾常覆，此乃瘴毒，不可感触。台的故多震动，然为夏秋之际，雷雨交作，地震未常。以下叙都邑，原依光绪二十一年当时行政机关而分别也。盖自法兵犯台而后，清廷知台湾不可忽诛，原改台湾为一行省，特设巡抚部院，仍属福建总督辖下。至二十三年，新设部政使，即已从来分巡台湾到一间待按察使衔，
其统属抚州听县等如卷首图解，资不坠。台北府四面山峦，其南有新店，大科看两河流达于淡水河沃野，况间府城，周围皆石壁，乃流民船所建。台湾铁道及以此的位基点，今设有总督府，东西电器灯，街上人力车往来，商贾云集，成台湾一大都会，其人口约有200,000。猛侠在台北府西南，临于新店河，巨商甚多，商业繁盛，其间有龙山寺，亦甚著名者。大道城商店并列，制茶之业颇盛，又有德国及美国之领事馆在焉。护卫港，今称淡水港，乃商船浮凑之区。基隆港距台北府东北日本里数九里，自淡水港起，海路有12里。此处前置一厅，港内颇广，可容大舰，商船出入，为此最多。蓝县一大沃野之区，周围土壁环绕，熟番住居甚多，信行耶稣教，人口有7000余。苏澳在东南于海岸，距宜兰7里许，港内水深，可容数舰，此的与深番相接近，故常与之袭击。新竹县在西北平野，四面石城，近傍田园远开，物产甚盛，人口有10,000余。大科看界在台北新竹之间，西南山中城邑都会。看畔桃花繁盛，与游历到此，爱其风景甚佳，思亦名为桃花看。此的与深番接近，设艾寮防备，书籍严密，人口约有10,000余。苗栗在乱山叠嶂之中，至一大邑，其地与番境相通。后翘河即从此苗栗而发源，路颇多奇，铁道亦从此而越。苗栗西部即大甲溪，自大甲溪以南，可达鹿港、无栖一带地方；自大甲溪以东，可达云林、埔里社一带地方。台湾府及今之台中也，其西可通彰化，石城环绕，人口约有20,000余。诸罗及嘉义也，在彰化、台南之间，亦石城环绕，其人口约有15,000余。埔里社在彰化城之东部，人番杂处，村落有10余，此处前曾置一厅统治。鹿港在彰化之西海岸，与泉州相对，为最近之港，商船浮凑，货物聚集，可称大有。本港商船出入颇盛，由本港过侯树港以南，平野旷野，乌田间诸水位湖，舟主昂然，可容乘波，其流出诸小杯，亦与土地公港会。大汉永不顾，周中村落名为荷包雨庄。台南府古为台湾第一都会，昔日正式定都于此，其家屋皆壮丽，街道用石筑成，其府城亦石壁环绕。与台北同是大都会，其商业颇盛，人口约有15,000余。安平街台南府之西南，有古之赤看城，其港口及安平港、砂糖、樟脑输出颇盛，阿片、棉布输入亦多，人口15,000。打狗在台南府南10里，近来港底渐浅，出入巨薄易少。凤山在打狗东北3里许，土城周绕，人口5,000余。自此的通非南番境，却有2条路，
卑南多之本族，村落亦多。恒春在本岛极南地方，山岳重叠，民番杂住，牡丹社番集在此。南甲近海岸礁并列，海流急激，暴风常起，设有灯台，警示海上，其西即是狼坳。狼坳距恒春相去时不远。东部水尾之地，前至台东州于此。卑南在水尾之南十五里余，其番社共有四十六，其道路二条，可通凤山。番社人迹罕到之地，是以南之奇祥。台湾属岛甚多，然为澎湖位最要地，其地质乃珊瑚岩石所成，周围二十余里，凸凹颇多。澎湖既有五十五屿，澎湖、渔翁、白沙三大岛，鼎立回报，港门北有大烈岛，南有船棚岛、鸟岛、八兆岛、矮船岛等。马公港内颇深，宫城在马公港之北口，乃诸岛首府，前见澎湖厅于此。此岛草木甚少，仅有桑树、榕树，然树木多曲曲枯焦，为粟、高粱、落花生、甘薯、蟹、白菜、豌豆、南瓜、西瓜之外，更少生殖，且乏清水之源，因米麦不产，皆以鱼类作交易品。台湾西南有一海岛，谓之小琉球岛，一珊瑚岩所成，渔夫常住。红头屿距南甲东二一里，周回约十里，其土人与生番相类，然性稍温和，唯以渔业、苜蓿为生计，谓之稼穑。椰子树甚多，人口有一千余。火烧屿距于红头屿北十七里，周回三里许，乃石灰岩所成，有产米谷、玉蜀黍、胡瓜、蔬菜、果实诸类，岛人以树叶砌成为屋，甚好眠布。归屿，西洋人所称为斯梯幽岛，在三雕角南五里，形如圆锥，两峰屹立，高有千尺许，居民甚少。此旧全岛及诸小岛，继续其分明，以作地理三字经。若能熟读，非云无益，然百闻不若一见，欲开智识，宜游历未要。附录：台湾说略。台湾三字经，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跳至导览，跳至搜寻。台湾三字经，作者王石鹏，1900年。姐妹计划，姐妹计划百科。以下的注释皆为原作者注释。台湾文献丛刊第162种，卷首有旧政府行政机关图，书后另附《台湾说略》一卷，不着撰人。其内容与台湾的渔权图所载各府县渔图说明略文字相同，为各题略去渔图二字。文章还没有进行过校对和格式化，或文章还不全，不能保证任何部分可靠。维基百科标志：维基百科条目王石鹏。台湾三字经目录：一、自序；二、旧政府行政机关图；三、台湾三字经；四、网跋；五、注释；六、附录《台湾说略》。自序：台湾昆阳一湾岛也，其呼大湾，因其周围近水，故以台湾名之。
或曰荷兰人筑城如台，在云安平昆深沙县沙环水区城湾，因名台湾。要知不离海岛之称者尽是，山则崔巍万叠，田则高于万顷，舟楫可达，林木郁苍，西洋人常以皓月磨砂称之。宜东望日本、琉球，南属吕宋、菲律宾诸岛，西对福建、广东，皆隔一衣带水，曾无藩篱之弊，此不可不知之事也。地台湾自古无专书可考，隋书所载曰大琉球，唐宋以海乃有皮舍耶之称。皮舍耶者，印度梵语也。皮者，谓的以稻谷之意，舍耶即庄严也。然皆以海外置之，不通英文。至明中叶，始知有台湾。未几而岛夷，海寇相继窃据。清初收入版图，三百年来遂成富庶乐交。待以未之际，白马蒙尘，又遭洪洋劫患。十九世凡以与管见，凡书籍有关于台湾者，既有三百余种，层出不穷，难以全阅。语用侍妾有汉焉，私欲即为一书，而未得其暇。庚子春淼是在台北师范学校，皆家电促归，遂丁复监。居乡独李于贤，原不揣不漏，采诸家之杂说及从东文一出，编成韵语，仿宋王伯后先生所著之三字经体，因言曰台湾三字经。手续未至，名称治乱严格，继续翻布种族、山川、物产及经济上之事业，莫不略举其端，虽曰地理，而历史愈焉。夫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昔人五尺童子，皆能明五洲万国之俗，太阳地球之位，无人深思，常思而不知思的知识是物物，亦可修乎。古者周礼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徒用之地域之术，遍其山林、川泽、丘陵、坟眼、原师之名物，遍其邦国，都比之术，故有土会、土夷、土君、土归之法。而大司马之职，又有职方士、训方士、土方士、怀方士、和方士、行方士，无非为地理记者。是地学乌可乎乎哉？大丈夫桑乎彭史，志在四方，行将十区万里，游历五洲，倘不知山川形势，难免迷途入坎之余。习普鲁斯之将绝法国也，普兵皆藏有法国地图，故旅法尽如入钓游之乡，其祸亦故不待言矣。兹与之作此三字经者，盖欲为本岛同盟视其捷径，且便于口头熟读故也。或为台湾特其小焉耳，区区地学何足以广其见闻？然行远自耳，登高自卑，前程远大，不得不先于此开其端也矣。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端午后三日，王石鹏甄盘自叙于新竹乐安。旧政府行政机关图 PD Icon SVG 这部作品在1924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42年逝世，在美国以及版权期限是作者终身加75年以下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国本地版权期限更长，
但对外国外地作品应用较短期限规则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分类 25% 王石鹏1900年 PDO 负75负1923导览选单尚未登入对话贡献建立账号登入页面讨论繁体阅读编辑检视历史搜寻首页社群入口近期变更随机页面说明说明写字间方针与指引所有页面联络我们关于维基文库赞助其他专案维基百科列印斜线绘出下载为 PDF 工具连接至此的页面相关变更上传档案特殊页面可列印版静态连接页面资讯维基数据项目引用此页面语言新增连接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18年11月20日周二15:10本站的全部文字在创作共用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参阅使用条款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作者精神权含属名权永久有效详情 Wikisource Register 和维基文库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 Trademark 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维基媒体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的501(c)(3)免税非盈利慈善机构。